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在现代社会中，如何保护自己还有聪明辨识诈骗讯息是现代人必备的能力。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邀请到三位专业的警政专家，要带大家来看看一些我们社会上出现的案件要如何来保护自己，如何聪明识别。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刑事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沈瑞坤。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基隆市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沈瑞坤。副大队长好。第二位是我们少年队的副队长袁佩华。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少年队副队长袁佩华。副队长好。第三位是我们妇幼队副队长李慧煌。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妇幼警察队副队长李慧煌。慧煌副队长好，好久不见哦。今天就要来听听三位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案例。我们先来看看的，就是从去年从政界演艺圈延烧的性骚扰案风波蔓延，让人很难以想象哦。那要请教我们的慧煌副队长，基隆的性骚案类别案件多吗？这么说好的哈，因为就是最近这个 Me Too 的案件很多，然后一直延烧哈。那我们就是说妇女团体社会各界，然后就因为本来我们就有性骚扰防治法，那在去年的八月研议修法公布，在今年的三月八号国际妇女节日的时候就正式的施行。好，那以目前来讲，其实我们从这个新法上路，事实上我们的性骚扰在受理的案例来讲是越来越多了。那以基隆市目前我们来分析来讲，应该是在公车上发生的性骚扰案是最多的，那么多人。对，因为第一个公车上面就是说大部分都是一些女学生，国中国小高中呢，那然后再加上说这个公车上拥挤，那造成有一些可能怎么讲心理比较不正常行为不端的人就会有机可乘，然后就会在搭乘公车的时候可能就会伸出咸猪手。那目前来讲我们算是公车性骚扰案件是比较好发，是好，就是这公车性骚扰案，我记得曾经有一台公车就直接开到警察局的门口，对不对？哦，对，那个是当时发生的时候这个受害的女学生就是有大叫，那大叫那经过旁人的协助，那直接跟这个司机公车司机讲，那公车司机的为了保全证据，就直接把公车整台开到派出所，然后把这个所谓的加害人呢，就是请警察上来处理，那当场就是移送侦办这样。是，这就是正确的做法。是，就是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遇到性骚扰的话，你应该要怎么做？我们在受理的这些案件当中，因为我们所知道这个公车上面大部分是有录影监视器，但是它的录影监视器来讲都是由前方往后照，那大家所知道其实一台公车来讲算是也都蛮大一台的，而且最主要公车上面尤其在上下班的情况都是人潮很拥挤的时候的，再加上监视器的角度往往就是说当事人有可能他在感觉到受害的时候，他如果当下没有察觉身边的人这么多，到底是谁伸出咸猪手，那当然在有一些案件来讲当事人当场察觉。那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我们各位的女性朋友啦，这个就是你在安全的情况之下，第一个想办法抓看能不能抓住，那我们的目标才能确定。第二个叫，事实上你叫的时候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因为大家在车上你突然大叫尖叫，大家想说你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会把目光投向你，看你有什么需要协助，然后会来帮你。第三个，因为现在其实大家人手一机，那你如果说在许可的情况之下，第三个动作尽量能收证，这个就是说在以后的案件的进行当中可能会比较顺利的，因为有时候案件我们移送来讲证据对这个案件的走向起诉判决都有很重要的一个结果。是
是，哎，对，那现在其实监视器都很多嘛，有没有就是有的案件就透过监视器还原现场的真相的乌龙案件会有吗？嗯，哦，哎，最近我们受理一个，他算是在当地区域的惯犯。事实上，这个有三个女学生，就是其中有两个受害，他们三个学生上去，还有两个被摸，一个被摸不敢讲，第二个被摸他觉得不对，那后来也是当下拿着手机要对着这个当事人搜证，那这个当事人发现说那个女学生在拍他，他就是紧急下车，那后来女学生就到妇幼队来报案，那我们就问清楚发生事情的时间经过各方面，然后就是调那个公车上的监视器，公车上的监视器这个人的影像，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戴口罩，嗯，只能看到眼睛，那事实上特征没有很明确呢。那接下来可能就是我们会调阅他的搭车的方式，就是悠悠卡，这个可能就涉及到我们侦查的部分，我不在这里明说了哈，不然大家就知道了。后来就是说我们调公车上的监视器，然后还有下车点的监视器，哎，奇怪，发现说下车点，他下车之后马上不见，嗯，人跑去哪里了？人跑去哪里了？那后来我们经过比对，发现说他在某个时间点悠悠卡上车，然后被女学生发现之后悠悠卡下车，隔了四分钟之后又悠悠卡上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事实上他被女学生发现说，他就是他的犯行被发现了嘛，即将被拍摄，他就赶快下车，然后下车跑到对面又搭了另外一班公车就走了，造成我们在调阅上就是，哎，奇怪，怎么会断点，人下车之后走了一小段路遇到鬼之类的。对，那后来就是说我们把那个路段整个时段的监视器我们全部把它调起来，其中有这个轿车的，有计程车的，因为现在大家在车上蛮多的部分会装所谓的行车记录器，嗯，那我们把这些经过的车号全部都洗出来，然后一一问他说你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一段影像在不在啊，结果在其中一台车发现说这个当事人横越马路又跳向另外一部公车，结果我们在比对这个稽核这个悠悠卡之后发现说，哎，他上车下车四分钟之后又上车，然后再沿线往下调，然后终于就是查到了这个当事人。那其实因为我们手头上有建立这一些相关人员的这些名册或是说照片，那当这些女学生来报案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有提示这一些照片，然后平常心讲的就是因为戴口罩的关系，女学生不大敢认，嗯，但是在这个侦办的当下我们有觉得应该是谁的，为什么？我跟主持人报告，这种犯罪手法是会延续的，这个人他平常犯什么罪，他是用什么手法犯罪，他以后的那个秋楼啊就是差不多是那个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在锁定这一位，在进行调阅沿线下车监视器调，果不其然调到他家门口，然后把他绳之以法，通知他的时候，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把我们所收证的影片提示给他看，他也百口莫辩，最后也是坦诚犯案。是哦，真的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所以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态或者是想要逃跑的心态，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随时都会发现你，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做犯法的事情。那还是要请我们的慧华副队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去年的骚扰风波从政见演绎到演艺圈嘛，让人难以相信。那根据现在的时代不断的在修法，那修法的重点有三法，然后什么时候来进行，要提醒大家最重的法则。我们常常讲的所谓的性平三法，就是性骚扰防治法，性平工作法，性平教育法，这个就是全方位，不管在工作啦、学校啦各方面的场域，全方位保护我们这个妇女朋友。因为现在讲妇女朋友，其实这么说好的啦，我们在说两性平权，事实上男性我们的男性的报案人也很多，真的，而且比例不在少数，哇，不在少数。所以认真讲起来，这种性骚扰防治法我们两性都保护了。
那目前其实修法的重点其实有一个部分就所谓的权势性骚扰。我们先来定义这个所谓的性骚扰，在法律上的定义就是说，你在性侵害以外，性与性别有关，第一个跟性与性别有关，第二个违反当事人意愿，再来不受欢迎的行为，我们定义这个叫做性骚扰。好，那再来我们再讲说，这一次修法的重点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所谓的权势性骚扰。权势性骚扰因为公务的部分、医疗的部分、业务的部分、上下从属的关系受到监督，这个部分就是有所谓的权势行为。那权势性骚扰它现在的重点就是说，一般的这个性骚扰案件可能啊，你有所属的部队啦、学校啦，或是说公司，你就直接向他们提出。但是权势性骚扰，因为为什么他是公司的最高负责人，那你不可能跟老板投诉老板。那我们遇到权势性骚扰，就可以直接向县市的主管机关，我们的县市主管机关就是市政府哦，这是第一点不同。再来，权势性骚扰它的罚金也比较重。我们在一般性骚扰我们认定成立的时候，一般的性骚扰是由主管机关处罚1-10万块，但是权势性骚扰是6-60万。哇哦，那个这个罚金大幅的增加，而且权势性骚扰法官可以根据被害人的请求处以1-3倍的赔偿性罚金，这是在以前没有的哦。而且权势性骚扰另外有一个重点，就是第一个他可能没有办法一颗罚金，再来不附调解那就表示说直接要进入诉讼咯。以前说罚钱一边关，现在可能不可能了，就不可能。再来他加重，再来没有附调解，表示说案件都要进入司法程序。那另外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性骚扰调查目前有个修法的重点，就是说你当事人一定要配合警方的调查。我们在接受报案查到这个当事人，一般我们会通知他来说明嘛。那我想有的当事人他不愿意来，就拖着等着法院通知，但是这一次修法我们有个当事人一定要跟我们配合的条款，如果不配合通知不来的话，要处罚1-5万元，而且是按次的我这一次通知你不来，我移送裁罚5万，裁定罚多少？有可能是从基础开始1万开始罚，1万开始罚，第五次5万，再通知同一个案子第二次通知你再无正当理由不来，说不定就3万了，第三次就6万，是这样计次累加上去的。我想这个样子对当事人会有一点拘束感，他比较不敢不来。在对我们的案件调查啦，跟为当事人争取公道来讲，这个是个很大的修正。是，所以罚金提高了，而且不一定你缴钱就没事了，会被抓去关的，就有这样的修法。所以就是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就是不要以身试法，大家重视我们的性别平等，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要尊重他人的身体，要好好的与他人对话。是，那是不是如果碰到真的很不 OK 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教大家如何保护自己？其实我们就是就很多个案来讲，当然如果说女性朋友在有时候在暗处，因为有些这些当事人来讲，有可能因为女性的一个言语或是一个动作，然后会激怒，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这个是我们也不乐见的啦。那当然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在你周遭有人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抓一抓二叫三收证，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四周无人，又是在暗巷我们在想你就尽量尽速脱离现场往亮的地方呢。再来就是适时的你要呼救因为 我相信我们在台湾大家还是都是比较热心的。那有时候你光在路上走，
你如果说没有什么样的反应，大家不知道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怎么样的帮忙，那你如果说真的有这个疑虑，有人接近你，这个人一直跟着你的话，那而且在四周你无缘的情况之下，第一个尽速脱离，往亮的地方走，再来就是试着你要呼救。其实我们这些当事人，我们在侦办的当事人来讲，有些女生大喊或是动作比较大，这些当事人会被吓跑，那被吓跑的时候就达到目的了，那事后赶快来报案，我们会就你提供的相关事证来，就是调阅监视器来追查。是所以大家要聪明保护自己，而且还要记住法律已经修了，这个罚则加重，不要，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那说到这个法律，我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个诈骗案件，就去年11月统计，那时候当年度的诈骗案件就超过了3500件，而且诈骗金额超过了79亿，耶，创史上新高。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瑞坑副大队长，就行政院去年修订的打诈五法是哪五大法呢？主任，那刚刚不是3500件，是35000件。35000件，35000件，因为这一，我们一直在说现在是后疫情的时代，那在疫情的期间，其实造成了我们社会上经济上，那很多人本来原本他的稳定的工作后来变成没有了，那他们后来在后疫情之后，他们想急速的把他之前失去的把它补回来，所以他们就可能就常常会想说有没有什么很快速的投资致富的方式，大家都有这种心态，赶快把它补回来。对，那甚至就是可能就误信了一些偏方啊，我们说偏方就诈骗集团就会开始就开一些偏方给你，那政府也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他最近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在修法，那有一个打诈五法，那打诈五法不外是就是五个法律，那他就是要把他的刑度提高，罚款提高，甚至不准他去做任何的事情。那第一个就是刑法，那刑法的部分有一个就是加重剥夺他人的自由的这个罪，他最高可以求处到将近快7年。那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像我们很多人在后疫情的时候，他会有些人想要赶快去求职，那求职有时候就会说免经验呐，又高薪呐，那赶快把他吸引过来啊。吸引过来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约在饭店呐，约在旅馆呐，暗处了。那去的时候可能就说你要带你的账号你的账户本子印章都要带过来，身份证要带过来。那来的时候我们提供你住在这个饭店里面住这个他其实就是要把你囚禁起来。那囚禁起来干嘛？因为他怕你跑走，他有时候看你怕你一发觉之后你就人就跑掉了，那甚至你会去跟人家求助那他把他控制你的自由，那控制你自由之后他就开始可能就是你这个账户，我就带你去开设，可能就开设约定转账约定转账就可以一天就可以转好大量的钱，那甚至带你去开网络账户网络账户可能在流动到国外的话更快速那他把这些手续都办完之后开始在诈骗，那这段期间你还是不能走，因为他一定把你这个账户用到极尽用到你已经被很多人都受害了，然后跟警察机关报案之后变成一个就警示账户，那这样的话你的账户不能用他才放你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针对这个剥夺自由这个部分。那因为在前几年曾经有几个那个对象，因为他有一些身心疾病就被他控制的时间里面可能有些血糖过高没有办法吃到药或什么那就在那边死亡所以这个问题才会浮现出来这第一个就是刑法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人口贩运他也一样，他把它加重起来那最高可以处到5年以上的徒刑。那这最主要是怎样？就是去年很夯的那个柬埔寨。对，柬埔寨。柬埔寨，那我们说卖猪仔卖猪仔，把人当作猪在卖柬埔寨的那个西港，还有缅甸的那个 KK 园区那这些，因为这些以前都是这些早期的园区以前都是他们那个当地政府在可能要把外资把它骗进来那赶快就说我这边可以任你们搞就很多，包括那个赌博赌博的那个证照一次就发了90几张，那时候最大量的就是大陆他们很多投资客就进去，但是忽然间在前几年的时候忽然间又把它关起来说我们现在
这个禁止哦，国内禁止赌博这个相关的这种事业，就那些人怎么办？开始就转型做诈骗，诈骗好赚。哦，那但是当然最近这几次也开始发生的就是那个网络上在传的，也可能就是把这个人已经用到不能用的时候，就把他卖器官。那这个严重的影响到这个政府，那这个政府可能又开始哇紧张起来了，他们的警方才介入。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很多之前我们政府花了很大的心力，哦，包括那时候还请航警局每天就是到那个到航空站那边去举牌，哦，那针对几台飞机要飞往柬埔寨的，哦，去一一的去看他的身份，你是怎么过来的？哦，你跟这个人同行人是不是有关系？你是要求职还是怎样？还是莫名其妙要去那边打工的？然后一一的身家调查，那这样才渐渐的遏制了这些的，哦，这个有可能就是被卖到那个柬埔寨当猪仔的这个危机。哦，这第二个人口贩运法，那第三个就是洗钱防治法。我们洗钱防治法常常怎样？以前我们常常抓到很多那个人口贩卖人头账户的，那有时候贩卖人口账户，他会觉得说啊，我又不是我求职招聘啊，对不对？我今天我也不是我故意的，我常常啊，但是我们要遏制这些人，常常不是故意的，所以以后哦，这种像这种已经修改法律的，以后你第一次的话，有可能哦，我们警方会给你一个告诫书，但是你五年内。你再有一次的话，不好意思，哦，我们就要用刑法来处分你了，哦，用刑法来处分你了，哦，并不能说你已经都已经成年人了，常常说啊，我又不是故意，我把这个账户随随便便就交出去，我是不是故意的？哦，不能这样，你要对你的账户要非常的保管，要非常的得当，因为你的账户有可能衍生出太多人被害了。哦，这个是部分的那个我们的洗钱防治法里面有去做一个规定。那第四个法就是个人资料保护法。哦，个人资料保护法，以前我们常常说怎样？哎，我们现在最怕什么？我们的资料被人家卖掉，对不对？啊，很多有些公司啊，那个以前我们常常那个什么问卷公司啊，就填了一大堆资料啊，填完之后呢，哎，有些人拿我们的这些东西拿去卖。那以前的法律规定，个人资料保护法是中央主管机构，他可以哦，先跟你说，你不能再卖了哦，呀，你不能再不见了哦，你这个违反个资哦，会先用劝导的哦，那可能就罚20,000到20,000。现在没有了哦，现在只要发现这个个资是从你这个公司出去的，就直接罚了，没有再给你劝导了。哦，那最高可以罚到哪边？最高可以罚到200万。哇。啊，这样他公司有些公司然后才知道，哎，我这种乱收集人家的个人资料，然后又保管不当的话，会受到很大的那个惩罚。哦，这个是个人资料保护法。嗯。哦，那最后一个法就是那个证券投资法。哦，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我们简称证投法。那为什么要这个要修正？我们现在常常看到投资诈骗最多的是什么？就是在脸书里面的广告，对不对？对，哦，那在 IG 赖也很多。哦，那以前我们明知道这些，哦，可能就经过深度伪造，哦，可能被变音啦，啊，那脸也都变人家就是拿一个名人的假象来冒名顶替的，啊，那其实都不是他个人，但是就是用这种深度伪造，然后把他搞成好像是真的，他在募集资金一样。那以前他 po 这个的时候，像这种脸书这种公司很多都是外国公司，哎，你有没有法律规定说我不能po这种东西？那现在不行了，哦，现在证投法里面它是规定，如果你要从事这种证券投资，哦，相关投资者，你的那个不是有立案的那种业务单位，哦，你是不能上架，哦，你是不能上架到这种做广告的方式。但是现在还是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警方政府拼命的在那边叫他下架，但是我们的速度还是落后他们上架的速度，没办法。因为包括在美国他们也遇到这个问题，我像上次那个我们那个特斯拉那个马斯克他不是曾经有说他要上火星吗？哇，上火星之后，哇，开始他们美国也开始有
有人开始冒用他的马斯克的名义，他去募集资金，哇、哦啊，然后做一个虚拟货币，哇、哦啊，大家就说啊，大家来投资，马斯克要上火星了，那募集了900万美元，哦，900万美元是真的蛮大的一笔数目。那后来他就求告，他就告这个哦 YouTube， 哦 YouTube， 他说，哎，你这个为什么可以让他在上面给登广告？后来美国那边也说，他判下来就是觉得说那个没有，他们没有找不到法律可以禁止他们去投这个广告，哦，那一样我们会遇到这种问题。那可能以后要怎么去修法，让这些哦这些经营这些平台，他要去负点责任，这样才对。那这是我们还在推动，因为毕竟这个有些都是跨国性的一些事业，哦，这就跟大家观众介绍这一下打诈无法。是，真的就是打诈无法。那尤其是这个投资诈骗案，真的是层出不穷。要带大家来看看警政署，他们就破获了断头专案，加强查缉哦。结果没有想到，短短哦，就160个人受骗，居然金额高达16亿。一块来看这起案件。是有资本公司杨琛与澳洲券商合作，招揽投资人参加说明会，贩售境外基金。109年起，有超过300位受害，总金额达美金4865万，约合新台币14亿元。配合代销公司，吸引不特定的多数被害人来参加实体及线上的说明会，导致100名受害人受骗投资，总金额高达美金4865万元。除了以假投资为名号进行诈骗，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更侦破利用网银转账洗钱的诈欺转账水房据点，经过多层转汇，最后将赃款汇到香港金融账户进行洗钱。他的犯罪模式是被害人把钱汇到空头公司进行多次的一个转账，那在机动转账水房的一个特性，它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进行转账。那透过移工人头门号躲避查缉，最后汇兑外币后转至境外账户。那在外面过程之中是没有出现面交车手。那这样的一个机动转账水房的部分，事实上会增加警方上查缉上的一个难度。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应该透过合法管道进行投资。对于保证获利等诈骗话术，更要小心警惕，才不会让自己沦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这个投资诈骗真的非常的可恶，而且受害人真的很多。那一个大家一不小心，就整个钱就投进去。我们基隆其实有很多的案件，我们也请我们的副大队长。我们最近就是有一个案子，那我们跟台北合作，他就是一个71岁的妇人，那他来跟警方报案，应该是今年才报案。那说他在去年那个9月的时候，在脸书里面看到有一个叫陈文茜的那个投资广告，那他就觉得陈文茜这个应该是蛮有名的，应该不会骗人，所以他就去跟他可能在跟他有联系的管道里面，他就加入了他们私人的 LINE 群组。那这 LINE 群组里面，他常常就是有一些老师跟专家常常会叫他，哎，你要定期要来上课哦，我们这个对你的投资非常的有帮助哦。那也就是因为这样，连续投资完之后就在2月的时候来报案的时候，他已经损失了3168万。好可怕，3168万，应该普通人如果环游世界赚一辈子，应该可能有时候也赚不到3168万。那他就来讲，那我们就开始啊，奇怪，这个为什么一直层出不穷。那其实说真的，现在很多这种广告虚虚假假的，我们常常说的那个，现在后疫情时代很多科技发达，像 AI， 像 AI 股现在为什么卖得那么好，那晶片呢当然不用讲了，那因为它这个科技发达，那最大获利者，我认为啦，有些犯罪的人是最大获利者，他利用这些科技的方式来骗取一般人的财产，那很多他现在很有办法，他把一个人可能就是有类似有陈文茜这个名人，他有办法把他声音跟他的影像弄得跟真的一样，好像他就是当场在那边跟你讲话。声位技术，那跟以前那个我们那个创造那个完全不能讲。那再来的话，当然因为现在手机人手一机，我诈骗集团随时找到你的几率太高太高了，而且我可以比你的儿女还孝顺，
每天早上就跟先跟你问吃早餐了没，早安，然后啊你今天晚上的时候你今天去哪边玩哦哦，然后他当然就会搭配上哦一些俊男美女哦，有俊男美女的一些哦，我来跟你聊聊天呐、啊、哦，那当然有些更夸张，有些就用爱情来诈骗也有可能哦，他一定会切入你的生活，那一开始他短暂的会观察你，就是观察一两个月，那要让这一只鱼钓上来，他一定要先放饵哦，那当然就刚刚讲的。啊，赖加入他的群体之后，开始了，他就开始不断的话术进来了。那现在有一种更容易的骗取的方式，因为现在常常他们的诈骗集团车手折损率太高，折损率太高，所以他现在干嘛？他就叫说啊，这个股票哦，你看这个上上下下那个几千点几千点不够看，我们那个虚拟货币一下子就可以赚了十几倍，那更迷人哦，那你加入把那个全部的那个证券的里面的钱然后移到我这边来哦，我们换成虚拟货币来操作，那可以十几倍，老大人那怎样虚拟货币，对呀、啊、所以很多人就是一直被拉着走，一直被拉着走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说，有时候我一直在有时候在跟我们同事在说闲聊，就有时候还是要关心一下我们的老年人哦，因为有时候老年人一个人在家没有事情，有些甚至在南部、哦、有些甚至子女在国外、哦、那常常就是因为老年人会成为、哦、那个他们下手的一个目标，因为他老年人说真的有些有钱的还真的蛮多的，当然年轻人也会啦、哦、年轻人当然也会，年轻人最常见的就是被网络购物啦、嗯哦、网络购物爱情交友啦这个区块、嗯哦、所以有什么事情就是打165问清楚就好了哦啊、只要让叫你要汇钱、哦、要怎么转钱的多问几个人，这个是不是对的、哦、这个是不是对的，是哎，真的现在就是统计哦，就是这个投资诈骗的金融还有假爱情哦、嗯、就是损失是最惨重的，我们要请我们的惠煌副队长，哎，爱情诈骗，嗯，我想哦，这个爱情诈骗刚刚就是我们邢大副大队长讲的有这样的方式，那我想提醒哦，因为最近事实上我们有一些所谓的性影像也是涉及到诈欺、哦、然后性影像年轻的女学生这个族群受害蛮多的，因为现在第一个大家人手一机了，再来大家利用网络平台在交朋友的情况是非常的频繁、啊、那再来就是说现在的年轻男女对这种自己裸体照片外传、哦，可能他们会觉得说不是个事情、啊、那所以在我们的受理案例来讲、哦、这个传裸照传私密照很多吗？全身非常的多、啊、而且发生在学校的件数还不少，居高不下，那这个有的是透过、哦、我们在这边要呼吁的，就是说家里有这种国小甚至到国小国中的小女生，父母亲真的要特别注意的、哦、因为他们会用一些话术，现在就刚陈如这个主持人讲的，现在有很多那种声位技术，他先跟你加赖交友，然后事实上他是不是这个人还不大一定，然后他会用一种什么，哎，我跟你同年纪，我们都是13岁，我们来互相看看你发育的还好吗，我发育的还好吗，那我会先传我的裸照给你看，那我先传给你，你想说哎、欸，我已经看到对方的啊，那想说哎、欸，我已经传给你，你是不是应该传给我，那他们就会拿着手机到浴室里面自拍，拍一拍之后就传出去了，在我们所受理的个案当中男生女生都有，而且比例相当、哦、真的、啊欸、那我们的一些数据来讲、哦、女生她从取信这个人然后把裸照传出去，可能那大概半个月一个月之后会传，男生3小时就传了哦，那也是都是这样，那女生的话也有部分是什么拍内衣广告哦，好、哦，我要拍内衣广告，但是我要取得你这一些相关你的条件啊各方面啊，这也是诈骗。对，
那还有是什么？试用所谓的保养品，那个保养品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涂身体的胸部的保养品啊，或是有私密处的保养品，然后还跟你讲说，你就在家里使用这个保养品，哦啊，然后哈，你就拍照，那我们才知道这个保养品对你的身体是不是有产生效果跟变化。那除此之外，我们每个月除了提供这个保养品给你，每个月还提供15,000。那现在的年轻学子会想说，哎，这么好，这个药物能让我美白，能让我保养，能让我变大，一个月又有15,000可以拿，何乐而不为？就在家里使用这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些保养品，然后又照着他讲的自拍照，看看那个药物对他身体的状况。那这一些诈骗集团会之前会先汇个1,000块给你，然后会截图啊，表示说，哦，好多人他们都有拿到的，借以来取信你。那等你把这个照片传出去了，哦，后患无穷，诈欺恐吓都来了，有的要你去买点数，哦啊，更有甚者是怎么样，恐吓你一定要出来见面，借以发生性行为。那其实这些年轻男女，哦，都是到一个案件发展到一个程度才敢跟家里讲。所以当父母亲把这些当事人带到这次派出所啊，或是妇幼队来报案的时候，其实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了。然后这些当事人都处于一种崩溃的状态，为什么？他的私密照到处外流，而且现在哈，这种就像刚刚傅大讲的，很多网站其实都在国外。虽然我们的卫福部有成立一个性影像处理中心，其实他们蛮专业的。我们在接触这样的案子，我们会转接到性影像处理中心，他会让你填相关表格，那就是要截图，然后借以追查他的网站，然后请业者下架。那我跟各位报告，事实上网站在国外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容易。再来，这些人上传不会只传一个网站，他会大量的出去。你消灭了这个网站之后，他又另起其他网站又看到，所以当事人常常就会不配合付赎金，不配合出去见面，接下来呢就是裸照到处传，那造成当事人非常崩溃。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虽然我们有这一些相关的政府机构会协助下架，但是这个对当事人的身心都已经是受创很严重。然后我们这里要呼吁的就是说，父母亲真的要注意未成年子女的行为。那我想在这里我们还是提醒，就是其实到我们这边来都已经是受害的成案的，那为了要保护自己呢，两个口诀很简单，不拍不传，保护你。对，不拍不传真的要给我们青少年朋友好好的留下印象，所以大家都会到学校去宣导。我们要请我们的佩华副队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青少年受害的案件有归纳于哪些呢？要提醒我们的青少年朋友。首先呢，诚如刚才刑大副大队长所言，有关于这个诈欺案件，这个节节高升。那依照司法院的统计呢，以109年为分水岭，之前呢青少年的触法案件以窃盗案为主，那109年以后呢，则是以窃盗案以诈欺案件是为居冠。那另外在以近5年少年呢进入这个矫正学校接受感化教育的这个资料来显示呢，诈欺的案件呢也远远高过于伤害案件以及毒品的犯罪案件。那当前的这个诈欺案件中呢，因为青少年比较熟悉网络的运作，所以呢他变成加害人的这个几率也在增加之中。那因为青少年对于3C产品非常的熟悉，爱不释手，学习能力强，好，然后对于这个系统的这个运用也很熟悉，所以呢，这个大部分他
经由网络的管道呢，就是因为交友不慎，好，或是求职不易，或是心存侥幸的这个心态呢，另外在加上因为法律常识的不足以及社会经验不够，所以常常被这个诈骗集团所诱骗来担任车手。那诈骗集团他经常会用就是打工很轻松容易，然后有高额的报酬的这个吸引力来诱骗少年当作车手。那他会说你只是请你协助集团在某一个定点，好，某一个向某一个人去取款，那最后这个款项呢没有到你的口袋里面，好，所以你不会有任何的责任。而且诈骗集团他常常是利用不是当地的少年，譬如说这个少年住在基隆，那但是他会诱骗这个新北市啊或是新竹市的少年来基隆取款，好，因为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认识他，所以少年就会胆子就是会比较不害怕。那诈骗集团就会被抓到，哎，对，那因为诈骗集团他让少年有这个幻想之后，然后呢又告诉他说这样子你就没有刑事责任了，但是事成之后，好，诈骗集团还是会给少年就是说这个就是你打工的费用，但是其实事实上这个就已经造成了这个担任车手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所以少年呢，我们要呼吁少年不要心存侥幸，然后变成这个诈骗集团的工具。好，那一旦呢被查获之后，除了有刑事的责任之外，另外在这个民事的部分呢，也有可能要付出这个巨额的赔款，甚至连家长也是会遭殃，要负连带的责任。哇，这真的太惨了。所以是诈骗集团骗了钱，然后少年去取钱，但是这些诈骗集团骗的钱要这少年的父母来付吗？是的，是概念吗？对，因为我们警方就查获这个少年诈骗车手，他协助诈骗集团去诈骗富人152万，那事后他有分得15000块，但是因为全案呢、就是只有他落网而已，他都是利用网络跟诈骗集团那个联系嘛，那所以全案就只有他落网，然后他也不知道诈骗集团的成员的身份等等，所以这个法官呢他就是判决少年连同他的父母要赔这个富人就是等同的金额152万。那有的父母呢如果说没有办法有这个赔偿拿出这个金额的话，那也有可能就是要变卖家产，所以数十年的积蓄啊就付诸一炬了，所以这个不可不慎。是，真的要提醒我们的青少年朋友，真的不要，刚刚除了说了不拍不上传之外，还有不要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里面去当车手，这样子很可怜，那个大笔的金额都是要你们家来付的、哦、那是非常可怕的。那刚才说到就是对青少年宣导的部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反毒。我们来看看一个破案哦，就是国内首见的石棺车床藏毒，结果查出了50公斤的毒品。放下，放下，查缉人员兵分多路，陆续逮捕了5名嫌犯。这起运毒案，宝山总队在台北港查获从马来西亚的货柜，里面疑似夹带毒品。他先是在日前，先购买了这个车床的这个机械，从台湾先出口到马来西亚，并在马来西亚以石棺来结合这个车床，好、哦，来利用他的这个空间，里面空间来夹藏毒品。长达168公分、宽98公分、高110公分的车床，经过走私集团灌入水泥、钢板用夹层，宛如石棺封棺，相当厚实。查缉人员花了好一番功夫，才将它切割。专案小组最后是一些科技征收的仪器，想办法深入了确认里面有相关的这个茶叶，包装的毒品的内容的毒品，我们才将它破坏取出这些毒品。这起国内首宗石棺车床藏毒案件，毒品的市价高达1亿多元，5名嫌犯已经有3名被羁押。警方呼吁走私毒品是重罪，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这些毒品的流窜真的很恐怖，而且防不胜防哦。像刚刚那个是很纯的毒品，出来之后就变新兴毒品，而且也是很多。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佩华副队长。好，那有关于这个新兴毒品呢，在这十年之间呢，快速的窜起。那它并不是所谓新兴毒品，它并不是新的毒品，而是呢，它是新的不当的使用。近年来呢，我们就用以药物滥用来统称它。另外呢，它的使用方式也与传统的一般毒品不一样。这个新兴毒品是以这个饮料，大多是以饮料，譬如说咖啡包、奶茶包，还有饮料、果汁啊，以及休闲食品，比如说糖果、果冻，还有梅子粉，好的方式来伪装。另外就是提供毒品的药头或是同侪之间，他们也会用一些行销的术语来吸引那个少年呢好奇使用。譬如说，他会说啊，这个只是一种喝了会很嗨，然后加了一点点兴奋剂的饮料啊，咖啡、奶茶而已。然后这个是一种流行，不是吸毒，而且警方就是验尿也验不出来，来吸引青少年因为好奇，然后想要使用它，以至于这个新兴毒品的使用的人口呢越来的越多，那也造成了这个少年的危害哈。但是这种新兴毒品它一旦使用之后就是染上毒品，真的切勿好奇尝试哦，因为一旦你饮食上瘾之后就是后患无穷哦。惠华副队长是不是有曾经的案例跟大家分享，这很难戒掉的？其实我们在这个警察的这个职务历程当中哦，我们侦办蛮多毒品案件，大部分哦，这些人都是来来去去的，都是这一批人。其实以前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当警察，我们常常听坐会人在讲讲，哎，我讲哦，你莫吃药，要吃药会死哦。结果后来发现说，这些老毒虫其实寿命长得很，祸患无穷啊。哦，那就是说，怎么讲，戒除真的是不容易的。哦，其实在我们的这些案子 有一个案件其实是挺耸动的啦，就是有一个小孩子染毒，妈妈苦口婆心劝这个儿子要戒毒，他一直跟这个小孩子讲，这假药有什么好，这有这么吸引你吗？啊，你这样都没办法改，工作也没办法去做，啊，药也吃到这样，那这个毒真的这么难戒吗？后来他妈妈就觉得说他的意志力够强，我有啊吧，他妈妈以自身来试毒哦，他想说我自己把药啊，我改给你看，你的意志不坚改不起来，结果妈妈也沦为毒虫。真实案例啊，真实案例是这样哦，那就是说这种 一旦沾染上的了，哦，就是说有很多的职业工作，我们看也不见得是说是那很低层的。我们曾经有抓过那个英文老师，哦啊，有很多就是很敏感职业的，一旦沾染到毒品，各行各业都有可能，对，都沉沦毒海了，无法自拔，好恐怖。就是补充一下刚刚会长副队长的，好，那并不是吸毒的会活比较久。而是他刚刚是说老一辈的那个吸毒，他知道他自己的用量是多少，而且以前的毒品跟现在的毒品又不一样，以前毒品可能是海洛因，那些有些都是纯度会比较纯一点的，我们说纯一点的，所以他们大部分在吸食毒品的时候，他们还不是说像现在新型毒品这种调控，有时候那种药剂量没有用对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暴毙。哦，那老一辈的 那时候还有良心，有时候那些毒品到纯度会比较好。那当然这个都不是不对的，但是现在我们现在常常在外面刑事相验，常常就看到很多都是用毒之后爆量暴毙的太多了，因为现在新鲜毒品里面它有时候添加物不知道给你添加什么，有可能卡西酮，有可能喵喵，哦，甚至之前更严重的预言，哦，那这些东西几乎都是
在国外里面是极毒极毒的那种，吃完之后会跟僵尸一样活蹦乱跳，然后马上就倒闭的那种。像现在这种毒品很多，那你这一个毒咖啡包里面，里面到底装的什么？它不像我们那个卖的那种药包里面，它配量都是多少几毫克，那个不一定哎。它有时候这个乱配，刚好可能就是它可能一整批在配，结果全部最重的时候放在最下面，结果后面那几包就出问题了，因为全部的量都跑到下面去了。所以那种毒品咖啡包，为什么我一直在说，一直在劝导这个民众不要太好奇，不要太好奇，就是这样，因为这个丝挂掉太多了。其实说真的，很多，包括那会员他们在讲很多那个，其实很多我们在那个有时候父母亲其实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你的孩子如果染上毒品，一定有异状，你那个一定要求助，一定要求助。你今天他可能从吸食者，后来会变成没有钱的话就变药头，小药头，小药头的话再升级，他就变成运毒，就帮人家运，运完之后有钱的话就开始就变大药头走私了。一个一个这样一直上去，其实我们看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这样，大部分都是这样这种发展方式。对，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保护我们的青少年朋友，那要呼吁一下家长，真的要好好关护一下我们的孩子，看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而说到青少年，我们剩最后五分钟，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少年队我们的副队长佩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少年朋友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不要聚众群殴。最近基隆市出现了好几起的这种群殴案件，真的是防不胜防。大家如果碰到的话，应该要怎么做？我们来听听佩华副队长。好，我们本市这个少年的案件啊，是以聚众斗殴的案件最多。那因为现在智慧手机嘛，很普及，然后当遇到有状况的时候，青少年因为血气方刚，所以呢他常常会透过这个社群的讯息，这个群组然后呼朋引伴，然后再为了壮大声势，然后到这个聚集的场所聚集。那可能少年呢，有的时候只是因为讲义气或是好奇心使然到现场，但是不知道到现场来围观，但是不知道呢，其实这样的行为也有可能触犯了法律哦。那首先我们说明这个在场围观的这个法律责任，依据刑法149条以及150条修法之后呢，放宽了这个聚众斗殴刑法构成要件的适用，而且提高了刑责。对于这个在场注视，就是助长声势这个罪行的构成要件呢，是这个构成要件是就是三人以上在公开的场所聚众斗殴。好，那在这个在场注视的这些人呢，他实施精神上的这些协助帮助，那他不管他这个注视的行为是不是有助长这个聚众斗殴的进行，就已经达成了这个客观的构成要件。譬如说最近常常发生，就是在聚众斗殴的现场常常有人拍摄影片或是在旁边叫嚣，那像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警方呢第一时间都会先以妨害秩序的这个罪名来移送法院来裁定。所以不管是行为人或是在场围观注视的人，都有触犯这个法律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要奉劝青少年不要太盲从，要远离这个是非之地，也要远离是非之人，学习要保护自己。对，就是要好好保护自己。那当然我们旁边的人也要好好维护一个接住少年的防护网，让他们不要落入重复犯罪的陷阱里面。最后剩两分钟，我们要请三位好好来跟我们的市民朋友呼吁一下。我们先请副大队长。当然刚刚有说了打诈无法，那现在我觉得还是要重申一下那个防诈五步啊。防诈五步，一个就是不接了，不接，你不要乱接，不要接陌生人的电话，甚至是 LINE 的邀请，不接。现在 LINE 邀请太多了，那很多像刚刚说的投资诈骗，大部分都是透过 LINE 他去跟你接触之后，每天在跟你嘘寒问暖，是很容易你就失去戒心，是不接。不接，那再来就不听，像有时候常常我们说，那网友常常会说，你要。就是网友常常会指示你一些你要去帮我做什么做什么，帮我收个包裹啦，或者什么那个重机，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啦，就是有时候就不要不听了，那不看，不看就是不要太好奇，你不要去乱点
连结。我们现在什么手机，大家差不多重，大家都重度使用者，不要太好奇去点那个相关不相关的那个连结，一点进去之后，可能就是很多，当然少轻则那个个人资料泄露，那重则有可能你就又被吸引过去。那再来最后一个，第四个是不传，不传就是当然只要涉及到你要传你的存折啦，对，传你的存折啦，传你的提款卡啦，传你的相关的密码，像也都很像之前那个传私密照啊，当然那个也是，不传，你这种东西一传进去，你要回收回来，太难了，太难的，真的是太难的，那种东西一出去就不传就没办法收了。那最后一个就是比较相信，不信，那常常会短期获利，然后没有风险，高薪这个东西，你觉得有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当然也有可能，但是那个几率真的太低太低了，那就是人就是有时候这种东西五步原则你要把它掌握住，常常再想一下，遇到这种陌生人来邀约的时候，要怎么去防范？停一停，停一停，想一想。不然的话就问一下，落入陷阱。好，三十秒。那我们在此呢，也是要呼吁青少年哈，就是在打工求职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另外，在网络上也不要就是相信陌生人他传给你的讯息，或是说接受来路不明的这个饮料啊、食品等等，然后保护自己。另外，最后就是要强调有关于这个聚众斗殴在场注视的这个相关法令哈，我们已经有宣导过了。那也希望青少年不要因为好奇心或是正义感使然就去不应该去的地方，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好，那个在妇幼警察队，我想我们的职长就是除了这个性侵性骚是我们的重点专业来讲，那另外在家暴的部分，我想以前这种法不入家门的观念其实已经早就过去了呢。那在家暴这一块来讲，我们已经做得非常成熟，而且我们在处理性侵性骚家暴的这个部分都是采网络合作，我们有警政、社政、卫政，不管在安置治疗，或是在就是辅导处遇的部分，我们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做法。那当然希望大家都平安，那万一有遇到类似状况的时候，就是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你。谢谢。是，最后就是很重要，寻求专业的协助，有任何问题其实打电话给110都会有专人来协助你。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好好保护自己，好好维护我们的社会正义，我们下次见咯，拜拜。